Hello，我是罗颖。Hello，我是王爱人。夏天还是冬天？夏秋天。天。就是选择出门约会，还是一直宅在家里？宅在想听家家里。里。对待感情偏向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？日日久久生生情。情。你们最喜欢对方五官中的哪个？眼眼睛。睛。你们给对方的贴心程度会打多少分？9分吧。8分。对方的哪一个特质最吸引你？真诚，效率。啊，效率是什么鬼啊？我就工作效率很高，那其他方面也是。谈恋爱的效率啊，明明就是你效率高你们在一起之后，有没有发现对方有什么反差萌的地方？嘛。Ryan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高冷，其实私下还是挺憨的，憨。反差还是有的，就哪方面？私下就比较，也是有一些可爱的一面，就我会看得到，但是平常的话，可能一般人不太能看得到。是吗？我在节目上也很可爱啊。在日常相处中，你们两个人之间是谁说了算？我说了算。没有啦，我们商量。差不多是这样吧。这就是我说的效率，就我们很少对，情绪上的那种，比较容易能达成一对，致。我们比较容易达成一致。哦 ，OK。